植牙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我是主持人 Pola。我们刚结束九月份的大主题“小主管的降才路”，终于恭喜你当副总了。我们十月份要进入到大主管的山顶学。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他是蔡恩泉他是台湾微软在位最久的总经理。Hello。 Hello，Davis，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嗨嗨，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好。那呃，我是六一年，是一九六一年。我二二零一九年已经从从微呃微软退休了。呃，以前四年大博一啊，念电机系的。可是电机系我真的不太了解啊。<laughs> <laughs> 然后然后毕业以后，我毕业以后我一直我工作三十三十三年啊，嗯、全部都在外企。嗯，几乎了百分之九十九都在外企。插个、嗯、嘴，HP、IBM、微软。 呃，大的公司对，前面还有小的公司，我就不提了。嗯 w w 他刚我补充，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呃，千万不要这样说，很多人会吐口水啊！我们同学搞忘那天听到会骂我，我的成绩很烂很烂。 那我们这边帮这个呃，Davis 补充一下他过去的经历啊，他很很,很谦逊，不好意思说。那我们来大声说哈，Davis 他是台湾微软在位最久的总经理，那期间是有七年。呃，五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到北京去。 微软大中华区的副总裁，那也是在大中华区职级最高的台湾人哈。那在这个呃当上大主管的这个山顶学啊、山顶路这条路上、呃，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赛道，它会有刚站上去的初赛，然后初赛表现还不错，进入了复赛，复赛呢到最后前几名啊、呃，到了决赛。所以想请问呃 d a v i s 啊，回来想一下，当年您在这个初赛的时候。 靠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值、专业表现，让你能够进入到复赛的这个阶段？你觉得那个最关键的是什么？OK，我我讲的比较夸 <laughs> 张一点，就是说，就像你看看看《天龙八部》啊，或者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招式了，很多时候是内功跟心法了。那我这样讲，当然是你知道啊，David 都超短，啊，攻击随便乱讲，让我们听不懂。就说已经很多事情是要内化的啊，比如说你人家信任你，愿意给你机会。 你你进入决赛就不需要了吗？所以那些 skill set 是积累的。所以所以像您刚刚提，就说我觉得挺好，就说这个当了经，尤其当了经理人以后啊，整个职来的那个过程，把这样形容，其实我觉得还蛮贴，对我来讲是蛮贴切的啊，蛮贴切的。我在初赛的时候，我先讲说，初赛我比较看到的时候是，很多时候是你比较个人的努力跟你的付出啦。嗯、我们常开玩笑讲说，哇，你人要有点天分嘛，你都没有天分，讲话讲不清楚，那也很难呐、啊。 对不起、啊，我这样讲没有没有歧视的意思，啊、而是说你真的太没有天有太没有天分，那你应该做一些不需要那么多天分的事。我这样讲有点太直接哈，不过人生就是很实际。嗯、那你愿意多付出、愿意爆肝的工作，人家一份力气你付两份、三份，你就做的比人家有 quality。嗯哼，那、啊、你就是有机会进入初赛，可能。 进入出街的经理人，这个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对，那时候我在台湾当总经理是有司机嘛？我每天早上读英文，嗯嗯、哦，我读那个 C N N 的那個英文，那我就把单字就写在卡片上。那我真的有这个习惯，我从当兵开始就有了，嗯，哦，没事我就拿出来翻一翻，所以我英文还可以的原因就自修嘛，嗯。嗯哦、那那可是你刚刚讲那个情境倒不是这個，你刚刚讲的情境说我在厕所我,我跟人家分享，就是说。 你常常有机会啊，尤其比较中低阶的主管或一般员工碰到比较高阶的主管的机机、嗯、会，偶尔碰到啊，我常看很多很多很可惜的机会，就很多人会闪，看到老板哇跟像啊可是有时候你就上厕所正好遇到，你闪都闪不掉，坐电梯嗯嗯对不对？那其实反过来，你该讲说，诶、欸，如果你不常遇到，你你遇到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感受到你想你想给他的讯息？嗯、有时候你必须刻意啊，当你如果天。 千众英明，超超绝的聪明，随、嗯、便发挥你就很厉害。那那我们就觉得你很赞哈、哦。可是，一般人都没那么厉害。嗯、所以，我我的方法是，尤其讲英文啊、哦，因为因为你你必须事先有准备、有演练、嗯、啊。你说啊，好假、哦、啊，本来就好假。你上班本来都就也是好假、啊，<laughs> 对不对？有什么好假的？你只是表现你专业的部分，我没叫你骗啊。哦嗯、所以我我的方法是说。 我常开玩笑说，以前人家常讲说，这个是叫 elevator message 啦，啊，在电梯遇到哈，嗯、<哼>不幸哈，三、啊、十秒你被攻下，让人家留下印象。嗯、<哼>一样的道理，你可能在走廊遇到，你可能在在门厅遇到，你可能在厕所遇到，你闪都闪不掉，因为就在隔壁。嗯嗯<哼>。啊，男生上厕所很尴尬哈。啊、嗯<哼>那人家会突然就问你，哎哎哎，How about Paula？How How about your your 你的部门什么什么哈？啊嗯、<哼>对，那你就得回答、啊。但那你回答的时候，你怎么样？我就几个重点，就是说。 你你回答几个原则就是你第一个时间很短，嗯，所以你要很简洁，然后讲重点，重点，<对>所以 exactly，所以 again 回答那句话说你要 drive your conversation，是讲你要的重点，而是被他问，嗯，被他问你可能就被他带的当当当讲一些，讲到变成讲到你的痛点，那你就给谁，哦、对不对？<laughs> 所以所以你你 you have to drive your conversation once again frame the story。那 frame the story 里面的原则是说，你不是只你不能只想说我要讲什么给你知道而已，嗯，而想说。 啊啊！对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我讲什么，他会彰显了我觉得我好的地方，他会觉得说，嗯，很 touching，嗯，哎、欸，赞，跟他有关，嗯哼，或者他帮得上忙，或者你跟他共通点，嗯，那这个东西不是你随时信手拈来的，他好像要设计，你你要你要准备的。對對對我我我曾经举了一个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啊、哦，这给我最大启就是我我我那个。 我刚才讲不是年终有一个大 re <对> review 嘛，叫 media review 哈。我们后来几年都是到西雅图去 review、嗯。对。那我有几次都在后卫走廊遇到那时候的全球营运长 Kevin Turner，、嗯、因为他认识我，因为我一直表现还不错。他他最喜欢问我觉得，哎、hey,，How's going，Davis？没头没脑。How's going？<S、嗯、这是其实礼貌性的啦、嗯、拍头了。对啊，那哎，那你怎么样对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嗯嗯啊，比如说在后卫见面，可能就十五秒、十秒，嗯,嗯，打个招呼嘛。 对，你说，Hi, hey, hi, hi, Kevin, <laughs> Grace, Sue. So, wow, we had a wonderful year. year.老美嘛，讲话就要夸张，音调要提高嘛。We have a wonderful year.你不要说We have a good year. Good year就逊了。We had a fantastic year.嗯，伟雄要表演。对对，fantastic. Oh, phenomenal.嗯，听起来狗屁。各种夸张字眼，可是字眼就是要对应。人家，人家，因为老美听到这种字眼，他才会觉得真的是好。Well, <laughs> 可是, wow, 我说，我说，Hey, number on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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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beating the budget. We expect to beat the budget by twenty percent. 就超越那个今年的预算二十 percent。Mm hmm. 我说，and we look forward to all green scorecard。all green scorecard、mm。Hmm. 我为什么讲 all green scorecard？因为 balance scorecard 是这个人的最心爱的 baby。我二十七个，我还在记得那年二十七个，二十七个,個 scorecard 都是 green。It's fantastic。哦，我有一年我就跟他这样讲，第一个、第二个，他说，Oh，by the way。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an visit us. We have an important government forum. Mm -hmm.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deliver a keynote. Mm -hmm. uh,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I'll say a few to fifteen seconds "That's fantastic." I "Fantastic." So I, will be super disappointed if I don't see you on, on the stage for the Cup. 哦，oh, 他说你如果没有上台领奖，我就会 super disappointed 嗯嗯。意思是说，哇，我期待你上台领奖。我那年真的就上台领奖。嗯哼，所以啊，那个呃，David 参加一些重要场合，嗯、那当然就是你会先预设好，说你会在那个场合碰到谁嘛，你会先有一些准备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呃，心中的那几个关键人士，嗯、你平常可能偶尔会遇到的时候，你至少知道你会要跟他们讲什么。所以呃。 专业这些东西是一定的，但是你的随时准备好的那个状态是在大主管身上一定要秀出来的，因为你可能明天下一刻你会碰到更大的主管，十五十五秒、三十秒、一分钟，也就是只有那个非常黄金的关键时刻，所以这个是大主管在呃，已经是超越个性以外的这个议题了，他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对不对？ 是，尤其我,我想，可能我们在我们台湾的，尤其本土的企业里面，比较不实行这个。嗯。可是，在外企，因为我我三十几年都在外企，那我我觉得在外企里面存活，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skill set。可是，当你进了初赛，或甚至有机会渐渐进入复赛的时候，那就不是只是你爆肝努力跟一点天分就做得到。嗯嗯，要靠的是什么？你要做对很多事情，都要用对方法，嗯，才会事半功倍。嗯嗯。 前面一个题目我们聊，不是聊到叫 executive presence，哎、啊，我班对吧？哎、啊，明明就很会做生意，可是每次老外来 review 你，你讲都的都哩哩啦啦，嗯，你就用错方法了，嗯，哎、啊，你知道意思不？嗯、<哼>像我刚刚讲，我写 e m a email 下个落落等，让刚都没炮半嗯，对吧？嗯，你是不是用错方法？嗯<哼>所以用对方法。那你用对方法以外，你当中阶的主管的时候，你比如进入复赛的。 初阶阶段的时候，哎、欸，你不是靠你一个人呢、啊，嗯、你搞搞。尤其你到第二线，你第一线还好，你那个团队很小，自己新手看不顺眼，你就手手就手,手把手，或自己抓着他的手，你甚至自己干，嗯，都还你还有那个能量嘛。他那时候可能你还年轻呢、啊，啊，可是你到中阶主管、第二线、第三线，也他鬼霸狼那么多团队，嗯、你还想自己抓着走吗？你做不了了，你你你就是要。 靠团队，有人有团队，你有一个你信任、有能力的团队培养了，对？还有这个团队还是挺你的，是不会他不是乱讲说啊，我老板好烂哦、喔，啊哪哪公干利用水小弟，嗯、啊，啊、呵呵哦，不好意思，我的语言不是很好，呵呵哦，所以所以你還要靠着团队的力量，build 团队，你还能、嗯、你還能你要能去 build 团队，然后这个团队撑你的，对，所以你怎么得到这个团队的信任？嗯，就一起核桃给打个温田哩，诶，从、欸、这个过程中，你又做对，即使你在出差做了很多对的事，然后你还得到说啊。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家看到你，不管是甚至外面的经销商的老板或什么，看到啊，波 a 真的是个好人才。哎、欸，有些事聊天的时候，我提点你，因为改些闭过功夫你天啊，嗯，甚至有些事情提醒你或教你，甚至说啊，好吧，哎、欸，波 a 很好。未来问广西做负重啊、嗯哦，呃，我举例了哈，那、哦嗯啊、这贵人啊，那每一步你都需要这些点点滴滴呃来带领。那复赛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我觉得经理人很重要一点就是 resilience。 啊，我、嗯哦、我英文叫 resilience，什么 resilience 就是弹性嘛啊，这个球力个够坚哈，放开它还会弹得回来，不会不会爆起。嗯，爆开，哎、欸，爆起，听得哈，就、嗯、就爆掉了，嗯嗯嗯，嗯嗯就你你有那个那个坚韧的精神了、啊，失败了起来，失败了起来，或遇到挫折你你渡得过，你不会一一蹶一蹶不振，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坚韧以外，另外一個就是年纪够大，也够资深，有时候很多人在决赛的时候。 你这个赛，你要参加到什么？有人不决赛不一定要拿冠军，有人说我非拿不拿到冠军绝不罢休，也是有这种人，嗯嗯对不对？那像我自己的例就是 b e n 我铜牌的、啊，那有有个牌子有个交代，我人生可以了 <laughs> 啊！我把我人生，我就设在这里，我我不要 gain 到什么 gain 到爆，可以的。我年轻就 gain 到爆，我我年纪到某个程度，我的人生有另外一些价值，我觉得我，我说所以我会某个地方我设，不能讲停损啊。 我到那里，我我的后啊，我不疑啊，我不玩了，然后我我要再去玩其他的游戏。嗯哼。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說，就说你到某个年纪到决赛，你还要看得远。哦，总和你人生的价值，跟你人生你要的东西，你要想清楚，想清楚你再决定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你 in order to 达到这个程度，那个坚韧的精神，不管身体，你的情绪正向，我刚才讲 emotional agility，你的专注力，跟你的人生价值，嗯、<哼>这全部要揉在一起，你要找到一个、嗯、<哼>一个适合你的。嗯哼。 如果回到那个初赛、复赛啊，刚刚 David 有提到要有团队，嗯、那那个呃，团队还要挺你嘛？嗯、我记得在您过去的职业当中，您至少当了两次以上的救火队嘛？嗯、然后有的是没人，有的是团队崩坏了。好，嗯、那你可不可以举例，就是你当时啊，怎么样建立一个团队，然后怎么样建立一个挺你的团队？怎么讲呢？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哦，嗯，你你刚才有说建立一个团队嘛，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重要一个就是信任关系嘛，嗯嗯，啊、嗯，那我我常常会问人家说，哎、欸，主管得员工的信任，那你倒过来讲，如果你今天你是主管，嗯，什么员工你你觉得你可以信任他？你信任员工是长什么样子？嗯，嗯有人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哎、欸，对、嗯，你运气好好哦。哎、欸，我。 你你在书里面写说哦你在微软哦，哎、嗯欸、你一九九五年进去到二零零七年正式当总经理十二年换了十个位置，嗯，而且十个位置都长不一样哦，哎呦啊你除了好运以外哈、啊，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事？为什么可以活那么久？嗯、啊，而且每次换都都没有吐血，至少还没吐血前我又换了啊。嗯嗯那我我就在回想说啊，好多其实我我大概想到六七个原因呢、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根源。 我存了很厚的信任存折。我办事，我老板放心；你办事，我放心。这、就是大陆的一句顺口溜，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我我检讨我自己啊，我说，哎、欸，我也没有特别厉害，也没有天纵英明，比聪明，比我聪明人，我大概算中等，中等可能好一点点吧。那为什么？我我在想了几件事哦。我想第一件事，我会想说，我属牛，人家看我就像一头牛一样，很认真。 什么事交代哦？我就我的病还没走，令人放心。对他跟我交代一，哎，我就会想说，我做一，我会想说做到一点五，一二三四五，1, 2, 3, 4, 5, 大概都怎么做？外雄当雄塞，我的个性，嗯嗯、哦，因为我这跟龟毛住在隔壁哈、啊，我就这种个性，嗯、<哼>我就想很多老板不见得想得到的事，吹牛一下哈，举、啊、隅以三隅反，对不对？孔子是不是这样说？嗯，我可能五六语哦，哦，对不起，我这样好像跟自己贴金哈、啊，可是我的我的个性使然。 所以我就像一头牛一样，很好操，然后跑。给供的，我就会哆哆哆哆哆把所有事都想得很清楚，我胸当胸帅，然后做个比老板想的还多，嗯、<哼>我常常做的事情比老板想的还多，嗯，啊、哦，不是我厉害，是而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是，所以交给我很放心呢、欸。第二个，我几乎从来不给老板 surprise，我很少吐贼啦，即使会吐贼，我会让老板一起知道。你你总不希望员工。 突然间口里吐出，给你吓一跳吧，嗯、<哼>对不对？这点我觉得我我做的还不错。嗯，好、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我够聪明。我做代机就是、说我不会跨线呐、啊，我还算有为有手，交给我，嗯、我是不会瞎搞的那种人。你是指道德品性这一块？道德品性是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除了多做以外，我觉得我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不太需要老板给他呼呼喂虽然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老板跟你讲啊，d a 待遇是特别棒，或者你困老板的关系，你当然会觉得很窝心，对不对？嗯。可是我是那种不会期待老板来给他护卫，他不说是正常的，他说是多得的。对对对，我说我我从来没这个期望过。我讲个比较专业的，就是我我还蛮 self motivate。Mot ate, 嗯哼。啊、哦，虽然我常常很多负面思维，我承认我常常负面思维。是哦。常常非常常。因为 default 我个性就是这种。哦。啊，可是。 我会自己去找一些方法来 motivate 我自己，让我自己度过，而不是说需要老板给他呼慰。啊、uh huh. 哦，所以你加了这个原因，其实我我觉得这是背后我在思考我自己，说，哎呀，你我告何文呢？啊，然后何康的机会那种行的力，嗯嗯，奇怪啊、哦，我是那种做了什么我都觉得我不想换啊，为什么后来人家找我去？我归结一下，啊，这样的后用啊，嗯，交给他他就没吐车啊，嗯、啊，我吐车心救火，他去最合适。 啊、对。所以，所以老板的眼中对你是极度的信赖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些好的伙伴嘛。对，对不对我，不是极度，我不敢讲极度信赖，人家觉得交给我相对放心，他们放心，放心。对,对，那因为这个基础的原因，让我多了很多机会。呵呵然后其他是我自己表现也不会太差嘛。呵呵对，所以中间有很多过程。所以,所以你要去呃登到每一个不同的位置的时候，你要。 有一群挺你的团队嘛？你怎么样带人之外，你又带他们的心？对，所以我刚刚讲，就是先你今天讲说，哎，我我刚讲信任，对，信任你把它比喻成像存折一样，嗯，信任不是公立公，我信你不信你哦，你是什么什么，跟存折一样啊，嗯，信任是要爱存呢，嗯，存了才有的提，你没有存就没得提，怎么样怎么样？你叫觉得叫，那就是很多很多的比黑比，嗯啊。 我举举一个一个举一个,举一个以前我发生的确实的事给你听我。我我我有一年啊，就是很长的故事我不讲了、啊、哈。我就找了一个海地人来当台湾的 HR 的头，嗯，讲英文的哦，嗯，他的母语是法语，嗯，而且是黑人，嗯、<laughs> 够够夸张吧？够 diverse diversity inclusion，、嗯嗯、哦，跟我那个 Simon 老板是故事我不说了，就他修理我什么团队什么时候、嗯、我就做了这件事，嗯、很惊人哈、啊。他第一次跟我见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欸。 第一次见面哦，嗯、他从国外来，第一次报道跟总经理见面哦，他就跟我说，Davis，我说他说，question for you，how many people in your team，how many people in your team a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e walls for you？我听下的都說嗯，go through 墙穿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啊？嗯、还好我英文不差，我就想象，因、哦、为 <laughs> 因为你穿墙去弄墙，这一定是西东的呀、啊，对吧？嗯，我想说、欸，我也不能说没有啊，嗯、我就脑筋哇一直转，一直转，转了五六转，Well，I have one。 我装装着我也很有信心，说我有一个，嗯，我也没吹牛，嗯，那我算算算来去勉强算出一个，那这就是什么？我跟这个人的信任存折够了。信任存折是我刚才讲说，不是说你做了某一件事特别好就信任，很多点点滴滴的积累。对，可是他怎么积累呢？他怎么样让这个这个伙伴啊无限听你呢？不能说无限听你啊，人还没那么伟大了、啊，就愿意听你多做。對對對我们刚刚看,看英文看，刚刚讲说他愿意为你 go extra mile。 Go beyond，嗯，那就很了不起了，嗯、多做就了不起了。嗯、你说叫他去赴汤蹈火，那倒不至于啦。当然，那个 David 刚提到你自己的一些呃展现出来的行为啊，其实他就是一个以身作则嘛。嗯、如果是你的部署，其实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主管，他其实也也也心甘情愿的会去追随跟效忠嘛。嗯 对我，我倒举举几个吧。我觉得，呃，像你，因为我们刚刚讲初赛、复赛、决赛嘛，新人主管、资深主管，嗯、对不对？比如说你，你你要得你的信任存折，你我刚才下讲的每一件事都是存钱的动作。对,对比如说你，你今天是初级主管，或者说空外派或者刚升起来的，你今天要得到你信任存折，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两件事：扛责。什么叫扛责？吐钱的时候都是你的责任；好康的时候都要讲员工层很好。 很很很基本的道理，这這,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气度啊！啊，如果你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哦，功劳的时候帮帮帮，哈哈啊,啊那个谁啊，都是因为波利大夫谁做不好，Terry 做不好，你人家怎么会你怎么会存钱？嗯，你要中环部都撕破了啊！你是新新官上任后，竟、哦、然怕刚升起来员工，你要制服你下面的本来的同事，三把火，哇，人家恨你恨到底啊！你怎么会存着？所以那个呃，David 刚刚讲一个很好的例子。 功劳归于团队，有责任老板扛。说起来很简单，真的很难呢、欸。可是你的，你心中你，你的 i o r 这就是你的气度啊！你以为员工是傻瓜吗？你现在分给都是员工，谁很好，谁很好，在大老板面前讲，嗯，你觉得员工是傻瓜吗？他们就认为说，就他们自己，他們没有想说，其实你对他们很好嘛。嗯嗯员工不是傻瓜，他们久久久了以后，他们都会了解。嗯嗯那这就是存钱。 所以我说，信任是存折嘛，<对>要存。信任存折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沟通的基本修炼。我们之前我们前面个前面一个题目提提到说啊，D I C 啊，Inside Discovery，了解人，你怎么了解说你你的员工的个性什么样子？你怎么用对的方式跟他说，让他可接受的？嗯、比如说他是五尾熊，你不要一天到晚 a n g 就很 harsh，嗯，哦，什么事都很紧急，什么然后骂他，你怎么动作那么慢？哎、欸，那、啊、你怎么会存折？ 你你你必须考虑说，你今天跟员工讲话对象，你如果真能够了解他，用适合他能接受的方式跟他沟通、哦，嗯，嗯用他的角度跟他的个性跟他沟通，嗯嗯嗯，嗯嗯嗯嗯那这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尤其是高越高阶的主管越难，因为越高阶的主管越没耐心，因为时间少，越人到越高阶，你就越容易 overconfidence，就觉得自己我、哦、今天刚加货，我搞干呢，搞个两百掉。」 嗯、你就你就更更不容易这样子，你就很多先，嗯、尤其我们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很多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嗯，嗯，哦，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会儿都是安妮，我给你讲的安妮，安妮，安妮、啊，哇，这个都，很多第一个你听不进，第二个员工听了以后，就是他就他 kick kick 到就不是 advice，不是 support，不是 coaching，而是 directing，我是 director 是是嘛，我得给你安娜安娜嘛，哈、喔，嗯、<哼>你如果常常 direct，这这就是提前。 你常常用他的角度去帮他思考，仔细的听他领讲，用他的心去想，你就会存钱。这是信任存折。对，那尊重人，这也是很多主管难做到的。很不爽就暴怒。嗯，有的主管甚至会摔人家东西，那就更那就太离谱了你你以为你是郭台铭了？嗯哼，你在港华站问题是你罚完赞，你有五百万可以给他吗？嗯哼，呃，对我我这讲是随便讲的哈，嗯，这个跟他剪掉，剪掉，不好搞不好我会被告啊。 你很多人的方法你能用吗？你不行嘛？嗯、我们都是一般，我们都是专业界的好狼起来。我们不是大老板，所以很多你要尊重人。比如说你找员，我举个最简单小的例子，你找员工来，哎、欸，瑞达、欸，哎，瑞 a 进来一下。哦、嗯，坏，因为主管说在办公室嘛。嗯，超级没礼貌，超级不尊重人。<是>我我的方法，其实我后来干到总经理，除非我真的忙到没办法，我请秘书找人家来。我大部分的时间，只要你说他、啊、总经理他洗干这麼 可是那是我的习惯，我喜欢走到人家的位置。哎、欸、，Rita，哎、嗯，吴彦、欸、来我办公室，共硅谷啊。哎，呵呵我喜欢讲台语啦，因为台语是我的母语哈。呵呵呵啊，当你尊重人的时候，你也在存钱，因为我们都要被尊重。好坏是一回事，基本的人性不要忘记。嗯。然后常常你要你跟人家谈的时候，你要 d i r 你的 message 可以很、嗯、direct，或者要 indirect，那你要考虑你跟他的信任存折有多少。嗯 你是她的婆婆还是她的妈妈？你自己要搞清楚，那个 role play 才会对。所以你看，你有看民事的电视啊？嗯。哦，妈妈把女儿扒了，女儿离家出走还会回来，婆婆哪个安的扒了，女儿再也不回来啊！不不，那个那个新夫再也不回来了。嗯。所以你要考虑信任存折存多少。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一个人，就是要懂得听啦。听哈。哎，打开门做广告，尤其做美就美容，人人有一套，越资深越有一套，梆梆梆梆一直讲一直讲。 可是听的功夫是大家最缺的。他说听啊，我都有听啊，谁不会听？听是一种比讲更大的修炼。可是我们的系统，我们现在的 management 系统里面，通常都是 evaluate 你会不会讲啊？真的，呃、没有 evaluate 你会不会听吗、啊？嗯，对，要听什么 evaluate？啊，听来的无益啊。 那那在一个这么高位的<吧>呃大主管的时候，你怎么样？呃，好像你会做笔记嘛？就是在听一个部署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建议你也建议做笔记，表示你有听，或是甚至 repeat 对方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嗯嗯、这表示是我对对方的一个尊重，我有在听，然后我会对你说的话有一些适度的回应，对吗？对。 我我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在台湾干总经理的时候，嗯，我我就我就很担心我自己会越来越有大头症了、啊，嗯，所以我就用一些笨方法啊，用一些很比较不科学不科技的，比如说很多资深的主管都是用跟你讲话，他要记记录，他是电脑记，嗯，对，他你比如 p 老跟你讲，他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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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对、啊嗯、那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了，我可能龟毛个性嘛，嗯、我,我就特别去那书局买那个很传统的那个。 外面有个皮夹，里面一张一张，嗯、三孔夹。嗯，嗯然后我还、啊、我还特别把那个活跃的每一张用特别设计，因为那个 customize，<laughs> 我叫我秘书画，嗯，啊，比如说 GM d r i c t report one on one，嗯，下面有日期、人名，对不对？然后里面有几个 item 填什么？那我特别在下方就弄一个框框，我记得我写的七条，提醒我自己的，比如第一条、嗯、不要只谈数字，嗯，第二条要问他最近的心情好不好。 <laughs> 问他生活怎么样，跟同事怎么样，啊、哦，嗯、他的口味有些什么想法等等，我大概列了七条，细节我不记得了。嗯，那我用这个方法来钳制我自己，不要 go too far，go 太 Beyond。那我会写，而且我也是有时候用铅笔写，我们那个年代还有用钢笔啊，不要笑我哈、啊，我我还有钢笔哈、啊，我尽量不用圆珠笔写，除非是走到外面去了。嗯，啊、哦，因为圆珠笔在外面。 比比较方便嘛，钢笔拿出去掉在地上就毁了，嗯、对不对？嗯、所以所以我是用这种方法来练习，这是一个了。那这是我自己的，可是我后来有因为比较自身有机会公司我觉得还不错，有很多专业训练嘛。嗯嗯、比如说我我去 take 过一些 executive coaching 的的那种 certification program，就是学了一些 coaching skill，我觉得也蛮受用的。比如说您刚刚讲那个听的技巧，有还是有一些技巧可以练习的是。是是，比如说比如说一种听的技巧叫叫 button lining，什么叫 button lining？、嗯 今天后来我跟你聊天聊聊聊聊聊，大家可能关系不错嘛，就没有那种嘣嘣嘣嘛，对不对？他说：“哎、欸，后来你刚刚讲那段，我来归结一下你，你的意思是说大概这这两点，对不对？嗯、第一点你会讲，第二点是这样嘛，对不对？”哎、嗯欸，当你如果归结的好的时候，其实员工是很有感的，因为他知道老板有听，老板有在听、欸，哎，而且还帮我整理出来嘞，嗯、他真的有在听，他很看重我。嗯哼，那这就是听里面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呵呵这样。 我想问一下那个大头症的这件事情啊，嗯，哦，怎么怎么克服这件事？我怎么知道我大头了？我怎么知道我大头了？然后我要刚好经过了这个初赛了，我怎么样回过头来去看我自己哪些东西是 David 觉得说你这现在的主管最常犯呃，他他最常犯这件事情，但他从来不自觉，嗯嗯、他怎么样就觉得自己最厉害了？其实其实你要自己发现其实蛮困难的、啊，通常你都遇到很大的挫折，你才会发现、啊、哦，哦嗯、那 比较好的方法是，你要有一个我好的<就> mentor，外部的吗 m e n t a l 是一回事，可是 m e n t a l 不见得每个人那么 luxury。举我自己的例子吧，我只以前呃，我当了部门主管以后，嗯，或到当总经理什么，嗯、我们公司都有一个好的制度叫 HR 的 business partner，因为这个 business partner 不 report 给你，所以他对你没压力。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镜子。第一个，他没有 report 给我，当然他 double line report 给我，还是有压力，可是压力相对少。 我比较容易听到比较真实的声音，是是、啊。另外，就是说你做狼嘛，如果你今天是个 director，一天到晚 direct 人家的人，不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愿意听的人，你就听不到声音了。那这这是个人修为了，个人修为。所以，所以我是觉得说人，人如果你个性对你是个让人家觉得你是愿意听的人，嗯、你不是一天到晚你是尊重人的人，嗯哼，你就比较有更多的机会听到真实的声音，嗯哼，啊。 像比如说我的例子，我退休以后，我,我有一次我跟我以前的秘书吃饭，他说：“我、哦、你起来做估摸，你知道？我、哦、你安啥安呢安呢？还好我本来就有自觉，我本来我我本来做估摸呀。<laughs> 所以他讲我很估摸，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受。<laughs> 啊，估摸也是我的特色，某些特色跟优点。OK，、嗯、啊，会造成，所以我事情，因为我做估摸，所以我很多事情想的很更清楚。嗯嗯，啊，一方面让人家难受了哈、啊，做事很难受；一方面让人家做事不会吐。车。 哦，也是一种放心。对，哦、所以，所以我，我我觉得很多方法了，很多方法了。OK，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呃 p a c k e s 的部分我们就先跟 David 聊到这里。那刚刚 David 跟我们分享非常非常多，就是关于呃大主管山顶学的一些呃呃有趣的事情，呃有养分的事情。那我们都很希望这些事情，不管是呃否职场的呃工作者，不管你是不是主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呃，内在思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呃放在心上的。非常今天非常谢谢 David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跟留言。假如你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植涯诊所来发问。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也欢迎您投稿想听的主题。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 Podcast 频道，追踪我们的 IG。我们下次见喽，拜拜。